陆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今天上午举行记者会，被问到西班牙将台籍电信诈骗犯遣送到大陆的案件，他做出了说明。受害人和证据都在大陆，所以依法将这些嫌犯全部押返，由我们整案来处理，有助于有效地打击电信诈骗。大陆国台办表示，受害者跟证据都在大陆，台籍嫌犯潜入能更有效地打击诈骗。